说到安以轩，想必许多网友对她都是非常熟悉的，也是一众的女神呢。说到这么多年以来，她几乎是十分低调，没有什么绯闻，在演技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的。去年6月和百亿 CEO 陈荣烈结婚，当时婚礼6月初先在夏威夷举行，安以轩的婚礼可谓是超级豪华。近日安以轩在社交网站晒照秀恩爱，她晒出乘坐豪华私人飞机的照片，安以轩和老公一起长途飞机，她睡不着只能玩自拍，安以轩老公陈荣烈的表情好搞笑，一脸懵的看着安以轩。安以轩曝光豪华私人飞机内景，真是奢华。陈荣烈身价百亿，去年芭莎慈善晚宴，夫妻俩曾以350万元拍下杨勋的两幅绘画作品，共同助力慈善事业，所以私人飞机对安以轩也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。安以轩卖萌自拍，还用小拇指对着老公，不怕老公惩罚她吗？安以轩情路辗转，嫁给了真豪门，收获自己的幸福。她敢于和老公在大街上亲吻，妥妥的真爱了，必须祝福。